在冰川之间观赏壮丽的极光，是小编一直以来的梦想。虽然场景浪漫非常，但是背后就隐藏着未知的危险。为了提供更多的支援，丹麦格陵兰岛最近就落成了全新的伊劳利萨特冰峡湾游客中心，以具艺术感和现代化的建筑作为欢迎旅客的桥头堡，给游客以崭新的方式欣赏当地的景观和体验文化。同磅礴的冰峡湾美景相衬的伊劳利萨特，由丹麦建筑事务所 Dottermandrup 建筑和设计。建筑团队参照伊劳利萨特冰原的特质，包括超过4000年历史的冰河地貌，以及2004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等的背景，以流线的轮廓塑造建筑物的外观，和大自然的风景完美融合。游客中心内部还设有研究和教育设施，希望成为气候研究人员交流的新据点。在环保和节能方面，建筑物大幅减少使用混凝土，选了轻量钢结构、木制的行架和透明玻璃，降低对格陵兰古老基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之余，亦都为室内引入自然光，营造绝佳的空间感，令旅客置身中心入面都可以饱览浩瀚的景观。